我是因为那时候是朋友哈、哦，他我的朋友他放在 group 给我看，啊，太合适，哎，我看很多见证呢、啊，我就很喜欢这个水，不过啊，那时候要买哈、哦，又经济方面呐、啊，一直拖没有买咯，我不很喜欢哦，真的很想了哦，啊，刚好有一天那个阿富啊。他就在我啊、我啊跟我隔壁的分享啦、啊，他分享那个癌症的，我坐在外面，隔壁的外面，哎看，哎这个水机是不是跟我看那个路他们分享的一样的嘛？我就跟阿富讲了，阿富讲你要啊啊，叫我来跟你照水咯，讲照，他就来跟我照，我喝到很好咯，喝到很好了，很想买嘛，刚好公司要起价了嘛，4500，我为了要买4500哦，硬掏腰包出来买咯。啊，过后我喝了很多了，我的糖尿病啊都下了啦，胆固醇也是有下了，我的脚有改善了啦。喝，有一天遇到我的朋友老林咯，哎，他很久没有看到我，他说，哎，秀珍姐，怎么你改善了很多？我说我喝。喝吃水，我的糖尿病啊，很多都改善了啦。啊，我就没有跟他讲什么，他脚车闪过的嘛。后来我回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帮你买水。我说我送你喝先，就这样啊，我的分享在这里就这样。